是很有可能会被拒绝，可是如果不被要求的话，就不可能会发生。对，虽然可以提出来一下。还有想问一下，就是一般的，就是来台中办演唱会都是选在哪边？可以有一排一排一排的吗？有一排一排一排的吗？好的。
动，对不对？趁机运动一下。李佑刚老师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手配那个。对呀，我很佑刚哥哥要来带你做健康操哦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呢准备一下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拍手，拍。预备开始，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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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。第三个动作，拍背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。这个我真蛮老人家的感觉。一、二。还有没有？没有，是只有我一个是蠢蛋，就是。我们有做，有。好，甩手，甩手，预备，甩。好奇怪的一群人呢、哦，好可怕、哦！还是现在晚上8:49在做这种健康操。好，从第二段开始，拍手，拍拍拍拍，准备变成超级仙，敲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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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拍背，拍拍拍拍。好，不太想做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大家真的很开心啊，真的很开心啊！好，再来一次啊！拍拍拍拍，准备变成超子仙，敲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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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完，拍背，拍拍拍拍拍拍，还没有在做，没有在做，甩手，预备，甩甩甩甩甩。